Ra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他们是俄罗斯最能干的一群人，不放过一个叛徒，不惧坐牢牺牲。这两天，俄罗斯前特工、俄罗斯前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触摸神经毒剂中毒的事件，让全世界都炸了锅。虽然调查尚无定论，但英国外交大臣警告，一旦查出此事是俄方幕后操纵，英方将给予强有力反应，为惩罚俄方采取必要措施。而俄罗斯方面则否认与此案有涉，并指责英方未经调查就发表指向俄方的推断，是一种反俄宣传。一时间，关于这件事各类传说谣言不胫而走，大有不找出真相誓不罢休的势头。不过我们且抛开刚刚发生的这个双面间谍当街中毒案，来看看有哪些苏俄叛国者都曾死得不明不白。1940年8月20日，俄国政治家托洛茨基在他流亡所在的墨西哥城郊科伊乌康的寓所里，被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用冰斧猛砍头部，因伤势过重于8月21日死亡。拉蒙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8年65岁的拉蒙在哈瓦那死于癌症，但他的骨灰却埋葬在苏联为英雄准备的公墓里，在著名的英国间谍金菲尔比墓旁。1957年10月11日，美国中情局特工列夫利比特在德国慕尼黑一栋大厦的楼梯上重重倒下后毙命，经过法医鉴定，他死于心脏病。而事实这是苏联特工一次干净利索的海外追杀行动。由于列夫利比特德国慕尼黑活动十分猖獗，并且与反共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来往密切，因此克格勃总部决定除掉此人。具体手段则是用一种雾化毒药对准一个人的面部喷射，引起这个人的心脏麻痹，可立即致死。1965年，图解16轰炸机机长亚历山大布特科夫和一号领航员彼得巴哈洛夫被西方策反，在杀害了三名战友后驾机飞往丹麦，最后美国派人把他们接到了美国本土，并奖励每人60万美元，共120万美元。但叛逃事件5年后，机长布特科夫被人暗杀在自己的家中，一张字条扔在了他的身上，上面用俄语写着复仇，并写着5年前被其杀害的三名飞行员的名字。美方怀疑这是克格勃进行的锄奸行动。1978年9月7日，49岁的保加利亚流亡作家马尔科夫在前往伦敦市中心的 BBC 总部大楼上班途中，腿上被一个陌生男子手持的雨伞不小心戳了一下。在该男子向他连连道歉后，马尔科夫当时并没有在意。随后3天，在经历了极端痛苦的折磨后，马尔科夫最终因内脏衰竭而死。后来的鉴定表明他死于蓖麻毒素。事情的真相直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近10年才逐渐浮出水面。保加利亚情报机构与苏联克格勃合作，后者提供了尖端的暗杀工具。1976年9月6日，苏联远东丘古耶夫卡空军基地的维科多别连科上，为驾驶米格-25战斗机穿越苏联国境，降落在日本北海道的函馆机场，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别连科叛逃事件。多年过后，传闻渐渐停息，可直到2000年之后，仍有一些不明出处的消息从境外传来。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别连科死了，有说是死于车祸的，也有说是死于坠机事故。2001年6月14日，一名叫祖耶夫的人在驾驶一架雅克-52飞机时坠机身亡。这名飞行员在20多年前曾是米格-29飞行员。他的死之所以著名，是因为1989年5月20日，祖耶夫驾驶装备部队才几星期的米格-29型战斗机从苏联斯哈卡亚机场叛逃，降落在土耳其的一个机场。随后祖耶夫被送到了美国。2010年7月，双面间谍特列季亚科夫在美国身亡。此人曾是俄对外情报局特工，1995年至2000年在联合国工作。
负责搜集美国情报。后来特列季亚科夫叛变，专门替美国中情局效力。2008年，他高调出书，披露俄情报机关秘闻。两年后，他在佛罗里达州寓所内猝死。尸检报告称其大肠内有恶性肿瘤，但死因是吃肉噎死。这些叛国者离奇的死亡背后总是让人感到一丝神秘，但你觉得他神秘吧，又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非要追究证据，那么相同点大概就是他们都是俄国人了吧。而这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没人知道。也许同样出身情报机关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那句叛徒都没有好下场，说明了